凶啊 ！OT 前期咋的？对 VGN 来说，这个阵容啊，还是需要再发育一下。那前期这鳄鱼打格温随便打的，那卡莎的话也是需要发育。 对于 VGM 来说啊，卡莎两个头，卡莎的发育速度会相对来说快了一点点。这波团战有个绿叉，但是这时间段感觉 VGM 没什么输出啊。 先锋，把先锋拿了，然后这波团战看一下，进直接架枪，这个地方随便随便射呀，人太多了，看一下，莉莉亚碎三个，随便刮，还能打，猴子还在追，但这波拿先锋啊。 猴子这波有点猛啊，虽然说左边都血量都压的有点低啊，但是没能收割起来。先锋拿到了，但是掉了三个人。那这波大家重新重整旗鼓出来的话 ，OT 感觉还能再继续打。刚才那一波是莉莉亚的伤害不是很够，在这个时间点。 有那个位置，我觉得近期与其架枪，还不如上去直接 A， 对吧？那个距离，其实他上去 A 人啊，然后放技能的话，可能伤害会更高一点点。 小龙哥，看一下这波团战，莉莉亚大招还没好啊，运势太惨。
定加枪，留一下人。德波可以中路放前锋了。利亚是马上有大招，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喂，中了。立场结束之后，这波要死了，所以才下塔。虽然说现在 OT 啊没有小龙啊，但是这个节奏还是挺顺的。又来逮着格温打，就欺负你还没发育好，勾墙直接塔下住，这个很细啊，在立场里面控的，但是杀够不够？鳄鱼平 A 应该打死了，对，这波其实蛮细的。
能破两路高啊！对。